非常厉害，是好的。那么马上呢，就欢迎乔乔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一首来自于 YOASOBI 的《夜にかける》，奔向黑夜。是我们乔乔老师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日本歌曲啊，没错，这首呢，其实呢，在我们日本的算是在日本流行音乐的创作里面呢，其实就蛮习惯会使用这样子的快速音群哦。那么呢，用的和弦的结构也是相当的新颖。那么也非常感谢乔乔老师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 YOASOBI 的《夜にかける》。那么呢，再来呢，我们要请到。